这个海鲜呢，有这么一个特点啊，有的海鲜只要生吃或者吃到嘴里，它就很鲜美。这种海鲜呢，我们一般把它归入到这个补锌的这种食物。有的海鲜那就吃到嘴里啥味儿都没有啊，味儿同嚼蜡。你比如说给你个海参啊，煮熟了，你嚼吧嚼吧吃，啥味道都没有。另外你说这种鲍鱼是吧？鲍鱼即便给你切成片儿，是吧？你让你嚼着吃，它也没什么味道。所以这种呢，我们说它的阴寒的程度比较高啊，就是偏于补肾，是吧？而那种吃到嘴里就很鲜美的，我们认为它偏于补心，是吧？那些补肾的那些海产品呢，你必须要加工啊，必须要加一些非常辛温辛热的这种食材。还要借助一些外面，你比如说炖点鸡汤是吧，或者炖点猪肉汤，去把它尾制，让它入味儿，它才好吃是吧？